刚刚是穿过云雾，穿过仙境来的。前面是雾蒙蒙的路，大致里变成好天气，一定会有好事。果然没错，台湾蓝雀。刚刚那只呢？不见了。那个树上还有一只很特别的鸟，很漂亮的，不见了。不止一只，哎，不见了，两只都不见了。台湾蓝雀在洗澡，可惜我们的镜头太模糊。准备出发。我们停在那个大仑自然公园，经过蔡公坑山，应该是第二个登山口吧。好，来到第一登山口，准备从这里出发，走蔡公坑、蔡公坑山古道。那蔡公坑山古道在哪里嘞？就是这里，这里是第一登山口啦。这是第一登山口是石阶路嘛，吼，虽然很滑，但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是这里。好，湿滑，请勿通行。这里是石阶路，那这里是古道。Go， 我们这里有一条路，看一看，哈，看看怎么走再好。走了，花园。那一株五六五六五五，再扫一遍。这边还有一个花园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这里是蔡公坑瀑布，其实很漂亮，但是都是水管，哎，我现在勉强拍没有水管的地方，但是只要一再拍一点就都是水管了，旁边都是水管，他们被截去当水源了。好，拍个直的。不能再高就破开了它的水管了。其实这石头很漂亮，非常漂亮的那个黑黑石头。啊，水管出现了。今天有下雨啊，水还蛮大的。所以羊耳蒜，对不对？应该是吧。结果了，这么大一片，注意看哦，这是那个什么虎啊？虎头石应该是，这很大一片呢，这么大一个石头，这旁边通通都是，有结果了。结果，这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研究一下它的茎。哎，这下。这个过年可以来，下次过年记得来这里看的。这跟刚刚那个应该是一样哦。哦，虎头石的应该是，出国。哦，你真大片的，你看。
一只石头这大粒，拢是。哦，这个比较少见的四叶一枝花，通常都很多叶，就是四叶而已。完毕，你旁边还有很多。没有，还有小小的，好像也是。小的，这么多、哦。第一次见三叶，就刚刚在，就都在一伙，在一块，跟刚刚这个四叶的也在一块。一头拉骨，不见了。哎，三叶的其实，下面的那个也是五个，这是四个的，我、哦、这到时候会长出更。更少的咯，两个了，数学题，以此类推，很多四叶的，啊，两个五叶的，哎，不见了，一个哦，不对，两个四叶的，说错了，一个三叶的，碎。各位亲爱的观众，这是一个门口，木炭窑遗址的门口，这里是蔡公坑古道的木炭窑遗址。哦，完五番非常完整。那就把让我冷青草占据。这写烧炭窑，旁边看得出来吗？啊，去拍一下好了。这来就来了，那也看不出来哈，就是很多石头。小石头把它围起来，围成一个木炭窑遗址。大门口完毕。这边是木炭窑遗址下来，哎呦，樱花，哎呦，没有拍到，算了。反正这里吼，灯光美，气氛佳，这里是。这里是蔡公坑溪吗？蔡公坑瀑布刚下来了，木炭窑遗址在后面。现在过溪啊，回去那个走蔡公坑山、巴拉卡山的古道，不想再走那个古在另外一个东线哦，蔡公坑古道当东线去那个三板桥啊，这里记录下，这里有一条，这里是分成两条水路，一个在这边，一个在这边，我现在在中间，等下过溪就要上去了， go go go。叶子听，好，今天看到最多叶的八叶一枝花，那这紫珠非常健康，跟我的登山杖一样高，八叶对不对？ 1,2,3,4,5,6,7 呢，下面也是八叶，碎。八叶一枝花，刚走错路了，从另外一边准备过溪，应该是走这里才对，过这个溪才是正路，过另外一个溪就到三板桥去了，整条都是这个三把，这个清路的大哥认得这个吧，都是留下这个沿路都是这个，其他的一概都不见了，耶，这整条都是这个，你看我我我我没讲嘛，几路拢是，几路拢是，几路拢是，看不完的森巴，这是什么？
大虫。看你这边挥，你是开过来还是还没开？拜拜。发现不止这一株，一大片哦，规路拢是。哇，我看到嘛，规路啾啾啾。但这里头还有，路的这边也有。快开花喽！我们刚从那边来，终于到了大水塔岔路，这里应该是直接回去蔡公坑山。我们往走这里 ，Go， 继续逛逛看，看看有没有我们要找的东西。所以曾经这里是大马路哎，这里是哪里呢？看那个你就知道了吧？对啊。大马路尾，继续走。蔡公坑古道，以前是大马路。感动吗？干溪沟，但是就是怎么说啊？落差超大的。这里是蔡公坑山，我们现在等于是从东线经过了那个大水塔书宅，古时候的书宅吧。然后经过这里，见到西线的，你看这个陡陡上山，山谷在这里了哈、哦，一直到三支区，然后这边是西线，我们刚刚是从东线来，蔡公坑古道东线西线，走，继续走，蔡公坑古道之旅，记录一下西线的风光。蔡公坑古道西线的风光，这里是从那个后山，就是往山，就是山支这边往巴拉卡爬，是巴拉卡吗？不对，是烘炉地，烘炉山不是烘炉地，烘炉山爬，所以是在走在蔡公坑古道西线。就是在溪谷干溪沟里面走，灯光美，气氛佳，所以一个有路条，但是那个离线地图上面没有路的路，我从这边走上来啊、就是这里输错路口往上走，往上到这个岔路口，岔路可以往烘炉山跟往蔡公坑跟巴拉卡，要不要去烘炉山呢？今天好，来看看时间表哈，看看时间还够不够。有一个路条看起来没有路，但是我从这里来，跟到这个路条没办法，错了就一直错，是等于是山友自己走出来的一条路，还好有路条可以到这里。但是到了这里，我以为已经解脱了，因为这里是人线脱空啊，大石头，结果呢？这里不在路径上，等一下还要继续穿越，继续丛林穿越课啊，记录一下了。这个大树，一棵大树，对面还有一棵大树，大树悬崖，大树人线，透空了。好了，继续走，现在还没有在路径上，天哪！快下雨了，赶快回家走。来了又来了，我又来到蔡公坑山喽，887公尺，这个就是超大反晶石富含磁铁矿，能让那个磁北针不灵不灵不灵。看一下哈，云海嘞，三只。
叫观音山。哦，大人山看不到，等我走到后面去看。嘿，嘿，我看到了大人山，哎呀，在雾里面，没关系，意识到了。大屯山，蔡公坑山，看大屯山。